花钱。你给钱了吗？你就咧着大嘴吃啊？这个有人打开了，我以为钱付完了呢。你看谁打开了？谁看见我打开了？监控。没啥事，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啥呀？多少钱？5块。别人家卖4.5块，你卖5块，以后我还能来吗？哎呀，王小倩太好了！你要以后真不来，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。谢大姑。你回来。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走，不给我钱，我找你爷去。不，你老找。我接电话，你回来不许给我钱，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是不给钱的人吗？我不没钱吗？放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阿夏，咦，你来的正好，有5块钱呗？有啊，借我呗。借你？借你？我借你一双慧眼，你要不？我也不瞎，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有事问你。啥事？别给我俩贱呲的。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不？啥字儿啊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装。来，照相了，自己看。小米粒儿，我爱你，王小倩提。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提。哎呀，大姨了，黄姨啊。谁是你姨？啊，不是，我没叫你黄姨，我叫的是黄姨呀。欠不欠啊？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别人车不写不上吗？你那车灰老厚了，写字老清楚了。哎呀，黄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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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是你爷？小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晚上我做个梦，梦见我和小米粒结婚了。那跟我车有啥关系啊？你别打断我，下边就有关系了吗？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，所以出门的时候啊，我还闭目合只眼的往前走呢。我和小米粒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，哐当一下子撞门框上了，这洞房灰老大了，就把我给呛醒了。我把眼睛一睁，你的车。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，顺手就写上小米粒我爱你呀。我现在情绪也到了，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不？小黄，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？呀，你这不是刺字啊，这是要给我刻章啊。我就问你王老师，今天这事儿怎么办？办啥办？挺难办的是吧？不办不就完了吗？我车上还有字呢。擦了不就完了吗？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？不洗不就完了吗？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？不生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你这人啊，本是同根生，记啥眼呢？你瞅瞅你。我告诉你王小倩啊，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，一给钱洗车，二赔礼道歉。我选择二。为啥呢？因为省钱。行，王小倩啊，来吧，道歉吧，来吧。你瞅你嘚了吧嗦那样，还道点歉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对不起。哎呀，行，瞅你这样，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？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。黄小红，我服了，我是真没钱。行，我知错了，行不行？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哎，这还差不多嘛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还想咋的呀？我手机里有照片呢，我去告诉你爷爷。哎，小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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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你千万别告诉我爷。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，非得踢死我不可。哦，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，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小黄，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你还告诉我爷？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！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，咱俩就好好唠一唠。王倩啊，跟谁吵吵呢？一个不讲理的女人，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，这家倍儿巴的。哎呀妈呀，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，他。我看也是。哎，倩，
刚才妞妞来电话了，我得去趟学校，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。我也不会看呢。哎呀妈，太简单了！来来，我教你。啊。谁买东西，你拿这个一扫，嘣儿，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，妥了。就这么简单呢？啊。那我会。行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，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。就以前我怎么对你的，你就怎么对待顾客。